顶头一走入去砖头内底，就会当听到炮瓦声四界响起。这是南投市福山里福山宫所出动天宫射箭活动。正月初九是天宫生，虽然福山宫主要供奉三山国王，但是为了要祈福，所以在神明的指示之下，庙方人员拢会伫浙江伫全力来造景。地空每年吼、哦，拢是拢每年拢会安尼行。这个意义的重大是讲，今日大家转头拢真平安、真顺遂安尼啦。所以讲，福山宫三山国王吼，嘛真搞吼，伊拢是拢每年拢支持啊，正月初九安尼行老侪人啦。福山宫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实践活动也已经延续几啊年。主委张正雄表示，在一号出一顶的人员之下，由庙方带队，顶头一号一号来祈福。里面也拢会准备着足些物品来祭拜，向着天公来祈求出来底大事平安。而且咱也这天公的意义就是咱三山国王吼、哦、真显赫，啊，伊就是求讲王天公生吼、哦、出来，干那意思属的这个叫做出巡的意思安尼吼，所以讲每户出来闹代志吼，拢会随家咧办。啊若无代志，若时间真无够吼，会嫌你讲连工甲强哩清晰吼，所以讲砖头安尼吼，每年一定拢爱办，每年大家拢要办这个工课安尼。老钱啦，系啊，逐年拢安尼嘛，系啊，逐年拢安尼，系啊。啊，你感觉有什么意义？那有什么意义？老家就真热啊，要意义。啊，你拢会穿物件来拜拜？当然咯，啊，啊，这个风俗就是安尼啊。这偌久啊？哦，这我嘛唔知，阮做囡仔时捌都有啊。嘿。啊，你感觉这办这安怎？嗯，那未歹啊，风调雨顺啊。虽然天公出巡活动不只是福山里，附近的凤山里、凤鸣里、英雄里、养老天公绕境活动，天公出巡是地方的大代志，里面拢是上路东西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